三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我要灌水就是了。手册吗？有两条路。差点死机啊！搞了那么多只，那是继续往下。好啦，就先走这边啦。啊，打到你了。接下来的话，应该就是要走刚刚那条路，去那个楼梯。打不赢了，我终于打赢那个什么不死队监视者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哪有打不赢？所以我绕了一圈，我绕了一圈，啊，这里是路啦，我想说我怎么绕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有霸王沃尼尔，等遇到再说话。有遇到他吗？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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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回来啊！他是活的，还会回来。
好多只。翻滚的时候，刚好被砍到，让开让开让开，球要来了球要来了，去哪里？是的，这次就还好啊。还是会有啊，这种的小颗的是会有东西跑出来，对不对？果然，而且这里还有个陷阱。
我要往别的路开走。 这还有一只大只的。 说踩陷阱之后，躲掉箭矢，让他们中奖了，说不定可以耶。这可以走这边就好走多了。 我很这里。 快没血了吧！哦，我也快没血了，我也快没血了。喝水，不管喝了再说。按钮嘞？这招好用啊！
你也知道我的辛苦。我前面还有很强的东西，看起来是到不了对面，还是有别条路呢？说不定是要绕过去，就先走这吧。哇，两只这个。我已经没有水了。刚刚那一只没有那么强，有萤火点我没去，在哪？在哪？没看到啊？这里面吗？这里，但是我进不去啊！但它这个断掉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算是怪物，不能砍，我进不去。我现在没有什么道具可以。要重新打那一队，飞来飞去的。
要先去抬到那个。 可以不用打，我还没打过，最起码打一次不是吗？哦，他是从后面来的。 终于，还有个东西可以捡。 满足某个条件，所以没开。 路，树真多。
下，死了。这边好像是我刚刚看到的对面。所以我就睡觉好像应该要先解，照顺序的话。没关系，今天就玩这边。就算像他们下礼拜再去好。这边很复杂，很理所当然啊，毕竟是墓穴。老鼠被滚了，自己也被滚。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啊！有这只，看到这只最开心了，代表着宝物的它。火焰宝石，哇！哦，走喽！停在哪？又是你！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知了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